谁让往事如云也梦一场。哈哈哈，为什么就这样落不完？哈哈哈，为什么像哭泣的太阳？伤的严不严重？啊，擦伤了也没什么关系。那我先走了。啊，好，谢谢你。啊，不客气。老周，送药站一下。哎，秦先生，那我先告辞了。好，慢走。你起来干什么？来来来来。哎呀，虽然伤的不严重，可是还躺着休息，不要让我担心，好不好？为什么这么巧？你总是出现在我身边，不是巧合，只是我想接近你。那原因是，我喜欢你。啊，不要想那么多了，先好好躺着休息一下。他真的喜欢我吗？我会是童话故事里王子要找的那个灰姑娘吗？能不能告诉我，爸要我嫁给秦志康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宋美佳，我没看错吧？这女人怎么一点都没变？他妈的，哪有那么巧的事？来吧，秦老板，我要我的工作。不是要穿漂亮的衣服，坐气派的车子。来嘛，工作会替你找的。来，妈，那个带着女孩的人就是秦志康，我没有看错，是他。你看，就是他，真的是他。这种人我能嫁吗？双方父母做主，论及婚嫁了，他今天还带着女孩子出来玩。有时候我真怀疑，爸要我嫁给秦志康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他那种口气，好像我不是他亲生女儿似的。想到哪儿去？你当然是妈的亲生女儿。车来。
秦志康，明天要跟我相亲的人，今天居然还带着女孩子出来玩，很好，我宋美家跟你斗上了。半夜去的，哎呦，找个人带去就好了，不然为别人不放心的。哎，志康，哎，来，我给你介绍，志康。志康，还记得吗？志康，好久不见了，还记得我吗？秦志康，对女性最基本的礼貌，你不懂吗？哪儿话？我看志康大概是太意外了啊。老师，我带美娇先回去，有兴趣你自己一个人留下来，你叫我走。佩如，秦志康，是你爸爸邀请我们来的，我们是客人。志康，你一点礼貌都没有，存心丢我的脸。志康，好久不见了。我知道，就是好久不见，一下子呆住了。是吗？来来来来来来，久别重逢，这种场面多尴尬。来，陪看他们好不好？我们单独聊一聊。好，你们自己聊聊也好，这老先生在，碍得你们说话啊。我看改天吧。哎，佩如，孩子们不反对。志康，美嘉还没吃晚饭，帮我算算他弟弟风，好几年没回来，执掌说吃中国菜。美嘉，几天不见了，我想你们两个有很多话要说，好好聊聊。志康，坦白的告诉你，今天我是被我老爸押来的。本来我不想来你家，更不想来见你。我现在要你说一句话，为刚才的态度道歉。我也老实告诉你好了，我老爸要我娶你，是不是觉得这个笑话很滑稽？嗯，都什么时代了，还玩这种游戏啊？再说道歉，我不对我不喜欢的女孩道歉。念大学的时候，你就是这种个性吸引全校的女生，现在更像男人了吗？知道，你是恭维还是讽刺呢？这几年不见，连我姓名都忘了。好，我改天我再替你接风。我现在还有约会，还有一个女孩在等我。觉得宋美嘉怎么样？漂亮，有气质。那这个在等我的女孩呢？更漂亮。英雄所见略同啊。好了，那我上去了。是。老哥，这里不准让任何人知道。跟了我那么久，你应该知道我的习惯。这是我游戏人间的空间，我知道，老板。好了，怎么了？我等你，是想知道我那份工作是不是真的没有了。如果你不给我那份工作，我必须另外找别的工作。我只有高中毕业，找不到好的工作，
而且我还要养家。我不是都帮你安排好了吗？老周每个月不是会送10万块钱生活费到你家去？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？你不会喜欢一个酒廊的小妹？我不要变成一双穿腻的旧鞋。什么旧鞋新鞋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喜欢你，就这么简单。长这么大了，从来没有任何人买过一样东西给我，甚至过20岁生日的时候，连一句祝福的话都没有。贫穷的人没有资格过生日的。你送给我的东西，声音好温暖，我好感谢，但是我没有条件接受。不要变成一双穿腻的旧鞋，请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？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？我只是喜欢你，不是儿媳。我非常认真。妈，从来没有个男人用这种态度对待我，把我丢到他家花园，自己就一个人走掉。他甚至还跟我说要赶赴别的女孩子的约会呢。我喜欢他的坦白，我欣赏他的个性。现在不是爸爸逼我，是我自己要嫁给他。你在开什么玩笑啊？你明知道你爸爸的目的不是要你去制服秦家的，秦志康的花天酒地是有名的，你亲眼看到他跟着别的女人搂搂抱抱。我不满意你爸爸的安排，我更不满意你跟自己怄气。把你刚才说的话给我咽回去。嗯，秦志康有他花天酒地的条件，潇洒帅气，我也有我的条件啊，漂亮有学识，我要跟他培养感情，我要他爱上我。你在跟谁怄气呀？你也跟你爸爸一块发疯是不是啊？你明知道你爸爸，不要丧失理智。你从小就是一个很有主见的孩子。现在不是爸爸发疯，是我发疯了。从来没有男孩子打动过我的心，没想到从小一块儿长大的秦志康，居然让我一夜之间爱上了他。几年没见，他越来越有男人的魅力了。我啊，就是太有主见啦，所以从大学到现在，从来没有男孩子征服过我。妈，我现在好快乐哎，因为征服的男人出现了。就算秦志康约你，我也不会让你去的。在家里，在公司都不方便说。宝山，你出来一趟，我一定要弄清楚。你要美嘉嫁给齐志康，到底有什么目的？你这是干什么？跑到这儿来找我？这件旧事，想知道些什么吗？
我就是要审管秦开虎，没有别的原因。没有条件，连美嘉你都瞒不过，你还想瞒得过我？当年把美嘉抱回来的是你，要我好好善待她的也是你。二十多年，对美嘉我视同己出，我爱她绝不亚于自己的儿子美嘉。倒是你，从抱她那天回来为止，你连碰都没碰过她一下，就好像抱了个仇人的孩子回来似的。二十多年的夫妻，我是越来越不了解你。这些我都知道。你有一个儿子，虽然很能干，没有我撑着，江山也保不住。我除了家庭就是事业。你有一个生活很严谨的丈夫，没有半点复杂，有什么不了解？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，我绝不会让你走。你对美嘉的态度太不像个父亲了。既然不爱她，当初就不要莫名其妙地把她抱回来。你说是为了要整秦开虎，这只是个借口，是个幌子。说说你真正的目的。你捞她够了没有？没有。你知不知道，美嘉现在倒回来要嫁给秦志康了？她刚刚在家里跟我说，说她爱上秦志康了，她非他不嫁。我看你们两个人都疯了。这好事啊，改变得真快，昨儿才见面，今天就爱上他了。宝山，你到底还当不当美嘉是你的女儿？听你说话的口气，简直是在作践她。她毕竟给你信了二十多年，也喊了你二十多年的爸爸，你到底想利用美嘉做些什么？秦志康是个吃喝玩乐的人，要美嘉嫁给他，我绝不放心。见了面就喜欢，见了面就嚷着要嫁，有其母必有其女。什么叫有其母必有其女？你这是在骂我吗？我绝不会让美嘉嫁给秦志康的。老沈，你的血是冷的吗？一个无辜的孩子被带到我们家里头来，你不善待他也就算了，请你不要害他。我爱美嘉，对他我视同己出，我绝不会让你如愿以偿的。你敢？你要不要试试看？你不要跟我作对啊！我是你丈夫，不是你仇人。我绝不让秦志刚娶另外一个女人。什么另外一个女人？哎，什么另外一个女人呢？哎，宝山。小安，秦志康对你认真吗？嗯，他是真的爱我哎，他一点都不嫌弃我。他说要替我养家，还要买房子给我。他还说，他说我住在家里糟蹋可惜了。缇娜，你觉得我该不该坐过去啊？他不会对我怎么样的，他是个君子，是个好人。不过我什么都没有接受。我见过的男人太多了，你不是自己也说过不想变成一双穿旧的鞋子吗？小安，秦志康太精明了，他是我们酒廊的老板，我都不知道。听我的话，把他当做一个过路客，他给什么你拿什么，就是不要拿感情。他爱我，他是真的爱我，我们会结婚的。我相信有一天他会向我求婚的。我相信有一天他会向我求婚的，
要不然他为什么对我那么好呢？你忘了，是你鼓励我跟他交往的。我收回我说的那些话。小安，你太单纯了，我只给你一句话，钱最重要，能抓的尽量抓，别落得像我这把年纪了还在混。我也爱过啊，结果呢？记住，什么都可以拒绝，就是不要拒绝金钱。另外，千万不要奢望他来娶你，做好心理准备，有一天呢，他对你腻了，千万不要认为这是个打击。Tina，我知道你对我好，除了我妈，你对我最好了。可是志康并不是你想象的那种男人，你并不了解他，他一定会娶我的。我逼着白珊瑚你看，我不是因为他有钱，我才不要他的钱。他不会娶你的，你只是他的玩物、宠物，有一天他会腻会烦的。我再说一遍，钱最重要，把钱抓紧，这才是最实际的，别落得以后人财两失。为什么你不相信他是真的爱我呢？我们不是金钱交易，我们是认真的。我不是那种要钱的女孩，这一点你最清楚的。小安，你不听我的话，将来会后悔的。你认真，哼，他不认真呢。听啊，我养你分享我的快乐，我不是来听你说这些话的。我在恋爱，我已经爱上他了，我不要他的钱，我也不想听你说这些话，我不要。这是我们董事长交代的。秦老板也真是太客气了点。请你出去，我不卖女儿。什么话？每个月拿10万块钱给我们做生活费，我女儿是清清白白的孩子，这传出去我们怎么做人呢？你给我出去！你给我王春玉，人家送钱了，你太没礼貌了！你快点啊！不要钱，这滚开你！爸，不要动手打妈妈，去赌去输，这家哪像个家吗？害我从来不敢带同学回来。这钱还是给我吧。你妈，10万块钱耶！一个月10万块钱，不偷不抢，连新闻局送给姐姐，你干嘛？别上你的嘴。小安是你的姐姐，是我的女儿，就算三餐不济，我去做牛做马，也不能糟蹋你的姐姐。这位先生，请你以后不要上我们家来了，请你把这个钱带回去。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！这些人不要，不要拿人家的钱！我爱怎么样怎么样！不要拿人家的钱！都给我滚出来！听我劝，秦老板。不要拿人家的钱！你不要！你是哪里给我松手才可以？我打死你！你走开！你带上手！你什么人？敢管我！我是小安的朋友，你大约是小安的养父吧？那个借了钱才会下了赌徒。他妈的！你什么东西？滚！伯母，您是小安的母亲吧？我是。您是？这里不太方便，我能找个地方跟您谈谈小安的事吗？我叫倪慧君。你给我听着！小安的事由我做养父的来管，轮不到你这个姓什么倪的来啰嗦。哎，我爸爸的话你听到没有？我姐怎么会交到你这种一把年纪还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？喂喂，不可以对你姐姐的朋友说这种话。闭嘴，走开。周先生，关于我老婆不礼貌的地方多多包涵。包涵。那哪里？至于这个钱嘛，对吧？陈立彪，你打死我好了，你不能拿这个钱。只要我有一口气在，你休想。如果你拿这个钱，我就会杀了你。这个臭女人，钱还给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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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给我！你妈，陈先生，不要打陈先生，你自己赚，有本事自己赚钱养家，不要卖女儿打老婆，整天无所事事的赌。我是无父无子无家类的，你要动手啊，冲着我来好了。他妈的，我连你一起。我一定要跟你好好谈谈。不行，我不能走，我先生会收人家钱的，这种钱不能收，我不能走，他会收人家的钱。好，回来，永远也不要回来了。
周先生，对不起啊，回去转告秦老板，说我钱收下了，谢谢啊。谢谢，那我走了啊。哎，好，对不起啊。哎，慢走慢走啊。哎，谢了谢了，我到家里啊，有空来玩了啊。再见再见。哎，啊，好啦，人都走了，还在这里鞠躬哈腰的，不过是个送钱跑腿的。太晚了，我该回家了，明天我还要找工作。老周，老周，老板，你十万块钱送过去没？已经送过去了。OK。志康，你真的，你没有理由替我养家啊。小安，你一个高中毕业生能够找到什么好工作啊？再去 club 当小妹，伺候别人，那我会心疼，也会嫉妒的。小宋。来，看到上面的字了吗？你的名字叫丁若安，所以这个地方就叫安源，是给我小仙女住的。小安，这个地方以后就是你的了。不要告诉任何人，不要让任何人知道，包括你妈妈在内。老周，老周，帮小树把这个牌子订好。怎么啦？为什么要哭？不喜欢啊？那为什么？听他说你对我不是认真的，你对我那么好，为什么他说你对我不是认真的？在这个世界上，再也没有人比你对我更好了。我不会变成一双穿你的旧鞋，我不会。我知道我不会。不会，不会。想的多了啊。小仙女，看到，这些都是你的，爱你的志康。你知不知道？爸，出去吃就行了嘛，干嘛一直骂妈妈？那个姓周的说，以后每个月会剩10万块钱到家里来，有10万块钱，请个老妈子在家烧饭都可以了。这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，以后不
准拿人家的钱，如果你再拿人家的钱，我就跟你拼命。王翠玉，我看你又想挨揍了你。爸，从小就看你打妈妈，难怪姐从不喊你爸爸。如果没有姐啊。妈。妈。姐。有个人送10万块钱到家里来，那个人说是姓秦的，为了你。小薇，不要提钱的事情。你昨天晚上一夜都没有回家，你上哪儿去了？你昨天晚上一夜都没有回家，你上哪儿去了？小白，我就知道啊，没有白养你。那个姓秦的叫什么名字？人呢、可真是大方啊！一个月10万块钱的生活费，告诉他能不能再多要一点？陈立彪，你把我女儿当什么了？你再逼我，我就杀你！这是小安要报答我的呀。走，我们出去谈。妈，昨天一夜都没有回家，你是跟秦志康在一起吗？说。妈，他真的爱我，我就是回来告诉你，我是个幸运的女孩。他对我够了，我不要听。他去见秦志康，我不准他再跟你来往，我不准他再纠缠你。他没有纠缠我，不要阻止我们来往好不好？他爱我，我不管他是不是爱你。从现在开始，你给我待在家里，我不准你离开家里一步。妈，这是什么意思嘛？你没有祝福我就算了，你为什么还要阻拦我呢？从小，我什么都听你的，为你爱陈叔的，为你爱陈叔吗？我什么都护着你，我赚钱半工半读，在家爱陈叔的脸色，在外面还要看别人的脸色，我为的是什么？还不是因为你。秦志刚对我那么好，我不要放弃他，我不要。小安，听妈的话，妈不是没有理由的反对。妈妈沉静，沉静，沉静什么？任何理由我都不要听。我只知道志康爱我，我也爱他，我们之间的感情你不会懂的。小安，妈求你。你跟秦志康的结果，妈已经算好了。妈没有能力让你穿好的、吃好的，是我的错。可是我的悲剧不能发生，不能发生在你的身上。妈，什么悲剧？改嫁给一个没有念过书、粗暴动手的陈叔吗？我的亲生父亲是谁？为什么你从来都不告诉我？妈，妈妈的过去没有一件是值得提的。小安，我不准你跟秦志康见面，我不管你答不答应，我都不准你跟秦志康见面，我不答应。不要毁掉我的幸福。有个人那么爱你女儿，为什么一再阻止呢？妈，你到底对志康有什么成见？你连见都没有见过他。他是个不负责任的男人，他现在爱你，他玩腻了，你求也求不回来，他不会跟你结婚的。为什么你们跟蒂娜都说同样的话？他会娶我的，妈。是谁给你的刺激？
我不要听你们说这些话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是受什么刺激？我是受过刺激，我是受过刺激。光回家，不要拦我，让我也没有我爱他。我不准，不准你跟秦志刚见面，你跟我回去。我不要，我除非秦志刚消失，否则的话，你连大门的修养你还有？我回家，不要，是你逼我不回家的，是你逼我不回家的。你们是苗疆兵吗？为什么？我不会回来了，除非你见上秦志刚。小安，你会受到跟妈妈相同的苦。我还有什么方法才能告诉你我的过去？小安。真难得，打电话找我有事？该不是叫我救济你的贫穷吧？秦志康，昨天才派人送了10万块钱到你们家。谁告诉你的？哼，王翠宇。20年来，我注意你的一举一动，包括你的女儿丁若安。哼，你忘了？宋宝山，我已经给我自己制造了一个悲惨的结局。你还要怎么样？你上次约我，跟我说有个人爱上了我的女儿，那个人叫秦志康吗？哼哼，就是他。想开了，把女儿送在一个有钱、有事业的男人手上。哼，我提醒你，王翠宇，我动作会比你快，你不会得逞的。当年我选择了一个不负责任的爱情。没有要你这个有才有势的宋宝山，今天我更不会让我的女儿走进跟我同样的悲剧。你，哼，好精彩的一段话。王翠宇，你当年选择了不负责任的爱情，也选择了贫穷。现在，你的女儿丁若安，我也要她困苦一生，跟你这个母亲一样。话你已经跟我说过了，能不能告诉我，为什么这20多年来，你不停地追踪我的私生活，连我的女儿都了若指掌？你到底是什么目的？帖子发出去了，新娘不见，这个恨我忘了掉吗？我不是圣人，等我咽下最后一口气，我都会恨你王翠宇。我对你是有目的的，你选择了不负责任的爱情，然后贫困交加。我要你母女一生都为生活奔波，没有一天好日子过。我穷惯了，我不指望过舒服的日子。如果你认识秦志康，如果你能叫秦志康离开我的女儿，我会很感激你。我会帮这个忙的，因为这就是我的目的。我不会让那个跟你一样贫贱的女人攀上秦志康。谢谢你的目的，希望你做到。就说秦志康是一个在女人堆里打滚的男人，如果你见到我的女儿，你会不忍心让这么好的女孩受到伤害。虽然我派人打听你女儿的一切，但是我不屑看到她，因为我不屑看到你年轻时候的影子。你王翠玉生的女儿都不会好下场的。
天哪！我的报应不要转到我女儿身上，别让宋宝山说对了，我生的女儿都不会有好下场。你明知道邢志康的为人，你为什么一定要美嘉嫁给他呢？而且美嘉还亲眼看见他跟别的女人搂搂抱抱的。美嘉，美嘉，哎，下来。人家秦志康根本不要娶美嘉，给你女儿留点自尊心好不好？爸妈，你们在谈秦志康啊？我不反对你啦，我要嫁给这个人。但是他没有给我电话，不过我会想办法让他来找我。做我的女儿不可以主动。志康爸爸来电话了，他说明天晚上志康请你吃晚饭，你一定要去。哎，爸爸过去确实是重男轻女，从现在开始，这观念要修改修改。乖，明天要准时去。我不赞成。我决定的事情，你别这么反对。难道你不知道姐姐很喜欢秦志康吗？姐，如果是真的，你最好现在就停止。秦志康绝对不是你托付终身的男人。以前我们虽然认识，但是并没有接触。最近我调查的结果令人非常失望，他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女人身上。你不要破坏秦志康好不好？你忘了你自己说的，姐姐除了秦志康之外有谁配得上他？爸，我说那句话的时候，因为我不明白你把姐做商业婚姻的牺牲者，而且我对秦志康的一举一动也不了解。可是现在不同了，我知道你的动机，我也知道秦志康的玩世不恭，站在姐弟的立场，我当然也有义务阻止啊。那是因为秦志康的父亲不像我，把事业都交在你手上。秦志康玩弄女人，那是他婚前的事。我看他长大，他的个性我比你清楚。亏你说得出口，从你嘴里说出来的秦志康变得这么光面堂皇了。美嘉，明天我不准你跟那个什么秦志康共度晚餐。你在跟谁怄气呀？自己的终身大事吗？我不会让你去的。爸，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，你不会把自己的亲骨肉推给秦志康这样的男人吧？美嘉，你是相信你自己，还是相信妈妈跟弟弟的话？爸，我从小就是有自信、有主张的人，我不会受任何人左右的。宋宝山亲自替他女儿打电话给我，这个媳妇儿我是要定了。对了，最近是越来越不像话了啊，三天两头不住在家里。我告诉你，从明天开始每天跟我回家，要不然打断你的腿，封锁你一切经济。爸，你不是认真的吧？非常认真。只要你让我知道你一天不回家，你看我做不做得到。娶不到宋美嘉，就算我死一毛也不留给你。哎呀，爸，好好讲啊，我又不是一个那种不通情达理的儿子，都什么时代了，哪有像你这样逼婚的？你满意宋美嘉？好，没有问题，我一定努力把她给追到，这个媳妇儿我一定替你给她娶回来，好不好？其实这个娶妻本来就要娶个体体面面能够带得出去的嘛，我没那么不懂事啊。啊，不要生气了。雅珠，嗨，过来帮爸捶捶背。哦。啊，明天可别迟到了啊，要给美嘉一个好印象。爸，你放心，
这做生意啊，你是一流，对付女人我一流。七点在爱琴海西餐厅，好的，我会准时到的。啊，好，再见。志康，从现在开始我要亲手做菜给你吃。小安，我临时有点事不能陪你吃饭，会不会不高兴？当然不会，有事你去忙好了。只是为什么我妈要阻止我，逼得我都不能回家看她？我好难过，我变得无依无靠，现在只剩下你了。怕来不及了，走了。嗯，小树。哦，来了。小树，你陪林小姐吃饭，她要是心情不好的话，陪她出去走走，逛逛文化，顺便买点东西。志康，你去忙好了，你不要担心我，我是看人家脸色长大的，我不要人家服侍我，我也不要过奢侈的生活，我这样，我在家等你。好，姐，你不要进去。秦志康的甜言蜜语会让你丧失判断能力。你们又不是不认识，秦志康的甜言蜜语是说给别的女人听的。我要迟到了啦，难道你要跟我一块进去吗？姐，伟嘉，你在看谁啊？从此远离伤痛，我不会再问如此的结果究竟是不是有错，就让一切昨日的旧梦随着时光逗留，我不会在意明天的日子到底会有多少寂寞，伤的歌再一次触动我心的伤。